日忙碌着奋斗几十年，赚得盆满钵满，却又疾病常伴。我认真的思索，寻找根源，我一步一步找到环境污染。到绿水，到青山，才能遏制它的根源。到绿水，到青山，保护我们的大自然。保护环境要注意，有机也有环，没有就业安置，哪能把工厂关？重点区域内技术改善，治本才能够保住绿水青山。到绿水，到青山，才能遏制它的根源。到绿水，到青山，永护我们的大自然。到绿水，到青山，永护我们的大自然。庄稼已经铺为一片苍凉的景象，荷塘已经干涸，雨下全死亡，人畜吃水困难，生存也难保障。四十度的高温，热不滚烫，干旱的天气把警钟敲响，节约吸引用水一定记心上。高档洗浴和足浴还有洗车房，一定要杜绝过度用水现象。